我们该比例式。我们先看第一小题，它焦距20公分呐、啊、的凹面镜哈、哦，啊，焦距20公分的凹面镜前60公分的地方，啊、哦，这是60。有一个物体哈、哦，以5公尺每秒等速向前移动了，历时4秒。那历时4秒的话，就跑到这里来了，4×5=20，所以60减20，这是40啊。哦，或者画近一点啊。这是40。好，那他问了哈、哦，折此期间哦，向的平均速度啊，那我们来看嘛，这两个位置哈、哦，这两个物体的位置，它向的位置在哪里？好，这是 P， 6/10的哈、哦，加上 Q 一哈，等于多少呢 ？F/1， 1/20啊，那 Q 1/1。等于多少？1/20，减掉60/1，等于60多少？这是3，3减1的话是2，所以2×3=6，等于30/1。然后它成像成在这里，那这是30的地方。好，啊，那我们来看看哈，那当它移动到40的位置的时候。那么它像在哪里？这是40 ，P 下40，40/1，加上 Q 2好了，等于20/1。好，那 Q 2呢？好，移过去的话，就20/1减40/1，40/1啊，所以 Q 2哈，等于40。好 ，Q 2等于40。好，这样的话你这样一看就知道为什么。不用算就知道，因为这物距哈、哦、是那个焦距的2倍嘛，所以是 2F， 所以它成像也会成像在这里，哦，成像在这里，啊，所以它的那个平均速度哈、哦，平均速度呢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那个德塔 Q 哈、哦、除以德塔 T 啊，它是经过4秒。德塔 Q 的话呢，是这个距离，就是10啊。好，我们不分方向，我们知道它是往那边的，我们把它取决在值，它、啊、除以呢4，所以的4/8是5/10，2.5公尺每秒，所以答案是2.5公尺每秒。好，啊，再来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是问说哈。问说，若物体哈、哦、系沿垂直主轴了，好，物体的话呢是这样走的，则向的速度为何？好，啊，这个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哈、哦？我们就看这样的问题，就把它看成哈、哦、一个指点哦，在这里呢，生长，在这里生长，然后呢，它这个，历时4秒，那历时4秒的话哈、哦，这个长度就增为多少长度呢？4×5嘛，这就变成多少？变成是等于20。哦、啊，当你呢，物体在这里的时候哈，那像也在呢主轴上面。啊，这如果是60的话，它应该成像在30的地方。当物哈、哦、从这里走到这里的时候。它像就从这里走到这里，它、啊、走到这里呢，就等于算它的放大率，它的放大率多少？放大率哈是等于那个 Q 嘛，哦 Q 的话除以 P，Q 现在是30嘛，这60，所以放大率是1/2，也就是说，当它呢走2公的时候，走2公尺，它只会走1公尺。哦，因为它放大率是等于1嘛，那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指点哦，一棵小树苗在这里长高啊，那它像的话就在这里长高，就等于是一个指点呢，从这里走到这里，那它的像就从这里走到这里。好，那它现在呢走了20公尺，哦，因为它历时4秒，那走了20公尺，啊，所以哦，它应该走多少呢？
沿主轴方向移动嘛，哈。那像的呢，速度多少？好，啊，它从这里走到这里的话，就等于十，这个是几公分的？这是20公分的，不是20公尺。他走20公分的时候，他只走10公分，他花了4秒，所以我知道，这是 V1 八号，跑 V2 八号，也会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十，啊除以4，所以也是2.5公分每秒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这个讲一点那个有趣的东西啊，就是说，如果这物体跟那个像之间的关系满足这个关系嘛，那我们来看看，就是说，当我物体移动的时候，物体移动就等于这个是物距对时间的变化率嘛。啊，多少的时候，那么它像像距呢会等于多少？也就是说，物体沿着呢主轴移动的速度跟像沿着主轴运动速度它的关系多少？那我可以给它微分，这个微分的话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这个是 p 的负一次方嘛？我给它微分的话，我先对呢 p 微分的话就是负一倍的p 的负一减一，啊再乘以p 再对时间微分 ，p 再对时间微分就是 vp 啊。它再加多少？这是 Q 的负一次方嘛？负一次方给它微分的话，就是负一啊乘以呢 Q 负一减一啊，它再乘以呢 Q 对时间微分就是 vq， 啊这是常数的等于零，所以知道像的速度跟物的速度之间的关系。好，那负号我把它弄成正的，负的正的。这等于 p 平方分之 vp 加上呢 q 平方分之 vq 了，这等于零。好，那我就可以得到vq 等于多少？等于负的。这是 p 平方分之 q 平方的，啊 vp， 啊这算是放大率，所以算是等于负的 m 平方好 vp。那为什么会有个负号？理由是这样子，当什么？当这个 p 往这边前进的时候 ，q 就往这边前进了。当你呢 p 是往这边前进的时候 ，q 就往这边前进。所以 p 的速度方向跟 q 的速度方向是相反的。好，啊，这是一个有趣的关系式啊。我们高中没有这种题目了哈。如果其实有这种题目的话，可以把这个公式给记下来。这是沿什么嘞？沿主轴移动的那个瞬时速度的，就是物跟像之间的速度的关系。好，啊，如果现在的话，它是沿主轴跟主轴互相垂直的方向呢，那这个更简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像长可以把这个看成像长，这是 L 什么嘞？这样子。这个都是物长，这是相长 ，Li 除以 L O， 这个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那个放大率。这放大率实际上是等于多少呢？实际上是等于那个 Q 了它、除以多少呢？除以 P。不过现在这个 Q 跟 P 它位置是固定的，这个东西位置是固定的，那也就是放大率是固定的。那我就知道呢 ，Li 等于 m L O。那我虽然把这个看成是误差，但是呢，可以看成是指点从这里移动到这里啊。这指点的话呢，慢慢伸长，长高了。那它像的话也是慢慢长高，只是说它是往下长高，它是往上长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长高率，长高的变化率对时间变化率，就指点的速度。就是 Vi 等于多少呢？放大率乘以 V，
不有，那是物了。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写成什么呢？写成这个是 P， 还是把它写成是 Q？ 哦，就是物的移动的速度，沿着呢跟主轴互相垂直方向的速度，啊，以什么呢？以这个向的速度，沿着主轴方向移动速度哈，就有这个关系，就有这个关系。好，那这个可以把它记下来，但是好像没什么题目。